今天当我们三条友，还有本来阿强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ack。今天浪不错，虽然风大雨大，但这阻止不了我。今天我们要去搞黑毛去，希望会有好的收获吧。啊，就喺呢度个坑出边。系啊，我哋之前嗰啲背包就放喺呢个石平石上面。啊，开窝了。今天窝料的话就是虾粉，然后五桶面包加一 K 玉米，就这么简单。虾粉的话也就一点点吧。你开缸开咁鬼慢咧，我窝料都开完啦，啲缸都未开好嘅，吓、啊？我哋过去先啊！嗯，今日话好细，冇乜风咯喎，明话。喂，中啊！举高竿头，举高竿头。你中了一条大鱼啊！你行落去，行落去。系啊，你中了一条大鱼啊！冇反应嘅、啊、你。哇，好大条呢条！顶佢，顶佢，顶佢！你唔好让线俾佢啊！仲有冇喐啊佢？好，有，顶翻上嚟，顶翻上嚟。睇依嗰啲石啊，你要控翻佢过嚟啊，拉翻去左边少少啊。哎，哦，冇啊，你第一下要控住佢啊。我见你中鱼，你冇反应，条鱼唰咁样游咗过去。哇，中！哦，唔系好大条，咩嚟嘅？哦，沙尊 Baker， 真系唔俾面嘅喂。冲过一下，仲以为好大条添。沙尊 Baker， 唔理你住，我试下钓前嗰个坑睇下先。我钓过完嗰个坑睇下。哈姆，我都话噶，你同我系唔会咁细嘅。冇有，哇，欧爸爸喎、啊。
哎，算啦，唔理佢。濑屎啊条鱼！哎，第一条黑毛，算是涨了吧。哦，中！大爷大爷，系啊，顶翻佢出嚟得噶啦，唔使急收线，顶翻佢，顶翻佢，可能黑毛嚟噶。哎，黑毛黑毛，掂。大师，你量下。都中。唔大唔大唔大，又系差唔多嗰啲 size， 好烦啊！可能啱啱够嗰啲咯。喂，唔系，都系黑毛。够咯。唔一定够呢条，唔一定够，即系可能蚊水咯，啱啱好嗰啲咯。有可能卅零咯。冇可能卅零，我觉得可能三十啦。如果唔够啊，廿九。算啦，唔紧要。好可惜。佢话廿九个半。唔紧要。都系争。冇所谓啦，咁嘅 size 真系最系啊，蒸出嚟啲肉最会赢啊！唔系，你个方法只有你自己可以钓到噶咋？中，黑毛唔大条呢条，一下即刻上嚟，哇中！唔系唔系唔大唔大唔大，你玩嘢噶？我都唔鋸喎，唔好浪費我啲運仔喺呢度喎。全部都係黑毛。唔係啊，十條都冇意思啊。你咁樣，但係細條啊，大條嘅，大條我就唔係攞嚟蒸啲，大條攞嚟做其他嘢。哦，中。誒，喂喂，的高佢，的高佢，拉翻佢過嚟，拉翻佢過嚟，拉翻佢過嚟，控要控翻佢去左，控翻佢過去左邊嘅，係啊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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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呢条可能够啊，三十零啊，我觉得佢唔好放线俾佢。你系偏，你系尼龙线嚟噶嘛？唔好放线俾佢，顶高啲，顶高啲。哇！大条大条，诶，睇住个光头，睇住光头，我同你攞。你去拖佢埋嚟，我拖佢上水。哇！呢条靓，呢条靓。唔紧要，哇！你要抖鱼争啲，甩勾啊！屌，最后一刹那死，哇！好惊啊，好惊啊，好惊险啊！喂，快啲过嚟先，诶，有中啦，快啲啦，你系先快啲我，快啲啊！你都仲系用鱿鱼啊？系啊，即系鱿鱼效果不同。我中大唔大？唔大唔大，可能啱啱好够 size， 又唔够 size 嗰啲。啊啲啦，鱼嚟啊！紧张死司大师，好有喜剧效果啊！司大师，我睇住睇住。交错啊，冇可能。你走咗，我已经中咗三条啦。诶。啊！往死里打，唔使急啊，因为你而家最好嘅口，你唔打一硬少少，你打都系喂鱼仔噶咋。系啊，四号线 OK 啦，佢阿斯达斯应该用五号，斯达斯，我钓翻，我中，哎呀！OK OK 嘅啫，我呢条可能够喎。玩得中吗？啲鱼下面应该嚟咗一群啊，嚟咗一群黑毛啊，多到咩？最后全部系啊。喂，哇嘿，唔系，又系嗰啲鸽鸭，哦 ，cut， 呢条 OK。石斑石斑，黑毛。石斑石斑，唔使唔使。大一啲。咦，呢条 OK 喎，呢条，哇，呢条算大条噶咯喎，哇，肥正，啲炒斑球一流啊。
我哋过去放鱼先。今天的算是第二条吧，还不错啊，今天收获已经其实算挺好的。哇，中！呢条 OK， 应该够 size。唔系好大条噶咋，可能掹掹紧够 size 嗰啲啊。呢条又唔够 size 啊！呢条扑街，真系唔够喎呢条。够啦！烦死！系，兜冇晒佢缩位。我真系十条黑毛都有喎，今日。我大师追踪啦！参网参网。应该系我啱放嗰啲嚟嘅。系咯。现在全部转晒石狗，冇啊！而家又要等佢，可能顶潮再反退翻就会好啲。佢而家一波波，喂，俾个面啦。OK， thank you。之後就將佢戳出嚟。係啊，戳佢，跟住就會即係戳。誒，佢光頭斷咗咧。邊個嚟 ？Oh no！ 斷咗。幾時斷咗咧？係我戳嗰陣時候斷咗。但係我戳嗰陣時候又冇話崩一聲嘅喎。九點，係啊，九點五十，而家應該係最頂潮啦，已經。係啊，而家最頂潮唔怪之啊。我攞嚟都系歇歇一阵先，唔系一阵，等佢转潮水嗰时睇下会唔会好啲。系啊，好，继续开啲啊！咪就系咯，佢依家就食咗之后向下游，切咗你先啦。我头先冇醒神，屌！如果我夹住佢套，话唔定系石狗嚟嘅，好似你之前咁样。哦，我同你讲咗啦。哎哇！好嘢好嘢！我仲要用嘅粟米啊！我同你讲，所以话你要快而够快。我同你讲咗。系系系，哥实，哇！啊，今天的第二条毛，这条还不错，35左右吧。喂，哦，挂底。中，系，不过即系证明佢又翻嚟咯，好事嚟嘅。好，第21条，有你。我睇唔到，我真系睇唔到啊！好啦，大口遇到，冇可能，屌嗱，死我唔信，切，等我嚟，等我教训佢。中。
OK， 这差。多谢大师，多谢大师。又系四十噶吓？冇，呢条唔够四十，我应该 OK， 30多蚊。就是要跟大师个位啊！喂，即刻过嚟。我话啲流水。跑咗一条之后，通常都唔一条啦。你跑一条啊？咦？哇大条噶喎！落去，你要落去。系啦，攞网。我屌，咩事？个个都中嘅。我去，你要落翻去，喺嗰边。你而家已经入石啦，你行去前面，顶翻佢出嚟。你条线可能已经伤咗啊！你睇住啊！哇，好入啊佢！哇，好大条啊呢条！哇，好嘢！等佢一阵。系拉翻出去左边，系啦。冇系啊！哇，好彩你支杆腰力够。嚟啦！唔使急噶。撩下佢先。我好自信。你拉一拉去后边，系啦，掂40。40毫绝对。我好有满足感。我真系好有，写写俾你乜钱？哇！好爽。好爽。我计数。OK。系啊。如果我一中雨，我就企落嗰个位度咯。我自己已經即係嗰陣時已經個喺個腦後邊已經組合過要點樣行啦。哦，中！拉翻出嚟，左邊，OK， 依條夠 size 啊。OK， 哇掂！哇勁喎！師奶師永遠的真理，真係個 truth 嚟。哦中，又掛住石，係啊，兜喺下邊。等下俾我，我撐。誒哇，喺掛住個肚腩上嚟嘅喎。你又唔夠可能夠，可能夠。嗱，我同你講係咪我好，我揾到字先。唉，智叻就係你啦 ，OK， 智叻就係你啦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收获了。我洗发都唔敢开，哎呀，唔理佢，扎痛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真的，最近这一天的话，已经是最近一次掉黑毛的话掉的最好的一次了。我们总共可能上了十几二十条吧，肯定是有的，但是没有认真数。然后的话，够尺寸的话有9条，然后还有几条那个石斑啊、沙卷贝壳什么的，挺不错的。比我想象中要好太多了。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